拍谁？是我不好，什么再抽一支没有办法下车？我来帮干爹代抽一下。好，观众要抽这一池，这一池很毒哦。他说他要抽，他有316颗石头跟呼符，然后还要抽这个艾蕾，希望能够抽到一只。那我先用呼符啦，呼符现在也是10个可以抽11抽嘛，先用呼符。右边那位男性是最佳防守员吗？是，这种4、5星都是枪的，真的是很邪恶。好，又来真正的十连了，有料吗？第一个十连没有，没感觉。我换一首歌，我换一首歌。干，最惨的十连，有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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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枪？然后再来，就是。这什么？这是你没有吧？我还以为是个金卡，就连个金卡都不是，哭了。来了，肯定金。啊！看4、5星同，直接真的很机车啦！完蛋，干爹要活不下去了，最后40抽，5星里中超多哎，这5星里中的量超扯，已经5个了。偷偷接近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哇！二李翁5星是出了啦，但歪了，还有料吗？最后十连，鸡鸡出了一个二李翁，还有2个粉人，直接对了，法色也对了，肤色也一样，你礼物将要领是不是？你思考一下，你思考一下，好，纯烂呢。比原来还多，完美重生了，要上了哦。这一首歌叫做《Believe》，相信。再来一个金光，再来一个金光，一定不是芬恩。God，好凉哦，一个金的就好，一个金的就好了吧？艾蕾，有吗？枪。枪，艾蕾，艾蕾，可以呀、啊！不是说了，再一个枪就好了，再一个枪，芬恩不会来了。还有干爹要代抽艾蕾，当年的小梅现在是芬恩在搞心态。哎呦，枪吧，我是鬼。1发结束，好，我把账号还给干爹。毕竟代抽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好，这一个干爹来挑战一个叫做 FGO 的泥沼。他说他想要抽一个狂五脏，现在保一想要拼保二。他换了300颗这个弹珠，打一次11颗，打一次33颗，30颗，会多送你一颗。来。佛心弹珠台多送你一颗，佛心弹珠台，完蛋，沼泽会骗人啊！完蛋！剑指是谁？嗯，什么意思？直接6颗球往我身上撞？什么意思？完蛋，很奇怪，很奇怪，沼泽。完蛋，沼泽在吃人，吃干妈净。
你要换私房钱是不是？你也只剩49颗可以领。你要准备劳动了，你要准备劳动了。有料吗？有料吗？有料吗？没有，没盘，没盘。没了，劳动了。干爹说他有魔法小卡，他在厕所借一下钱。他在厕所借了复利十分钟三成。来，再来一张弹珠卡吧。这也太多弹珠了吧？这么大的弹珠掉不进去啦。完蛋，吃人沼泽。这个算弹珠吗？看间距给不给过，冲碳瓦斯。怎么办啊？第一关都过不了哎，三条线都出不来啊，还要想要进三个洞啊。很怪啦，很怪啦，好冷哦，厕所好冷哦。泥土兔女郎两只，干这个四七理论他们太多了吧。 BGN 错了又错了，干他妈到底哪来那么多 BGN 错了，那你给个对的啊，干到底哪个是对的。干爹自己抖了一首歌，我先播干爹的，我先播干爹的。你这一首塞又哪来？你确定吗？这一首歌温度是有了啦，可是温度也没了啦，体温快没了。你会跟大哥一样凉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你的血一直在滴。还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跟我讲的？我可以帮你带给你爸。我想说当空军好赚，当空军到头来抽卡一场空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是不是你 当空军的问题啊？空太多了，连抽卡都一场空。来啦！啊，你应该要抖 SAO 啦，人家双刀侠，你最后50颗石头还抽吗？还是都不抽了？最后50颗石头再抽到一只下不了车、欸，哎，肯定拼，是不是？确定啊？抽到下不了车哦。抱歉，想太多了，想太多了。有时候人总是会在运气好的时候高估自己。拍谁？是我不好？什么再抽一只没有办法下车？那也要抽得到啊！咪咪讲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练习唱歌。练习唱哪里？咪咪讲，天才。嗨，天才。哈？咪咪讲，天才。私天才。嗯嗯，咪咪讲，天才。我是讨厌，对啦，明天再努力。